我这才几天没玩度假了，出了这么多可玩性吗？开车占了一个好点位就疯狂的抽吧。这个人嘛，胆子大的简直不谈了，占山头输出，还有一些束手无策的扛毒仔，人头收的简直爽爆了，好吗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离谱的事情出现了，我直接开了，兄弟们。哎呦，不能乱说，是卡了，无意冒犯，无意冒犯，打扰了。怎么会有个小吉利蹲在那边啊？显得好怪啊。但是我这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吧？还是不是站起来穿到他？不给机会啊，只能看到不能穿呗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这视野直接拉满了，所有信息都收集了一清二楚。我是真心疼啊，空中枪 M73在喷子面前居然都是个弟弟。我就这样看着他刚拉过来，但是我忘记原本的地形了，子弹全射墙上了，靠他的水里游上来，脸杵着我，我才发现问题不对，赶紧进行反打。哎，停！兄弟，怎么猥琐起来了呀？果不其然，我直接就挨了一梭子。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他们身上只有一把 UZI， 蹲在那边一动不动，也不敢过来干拉我。就这样子被迫让我白白捡了一把鸡。海岛这赛季出的神，在度假岛是永远的神呢。刚一落地，我还以为自己跟自己贴脸了呢，那不是我最爱的狗狗套装吗？对着箱子来了一波二人转，发现他根本没戴耳机，今天换子弹的时候被我侥幸击杀了。原本以为这就差不多得了，没想到外面那小子更是一位重量级。我还以为过大年了，见面就拜佛，直接就被这只邪恶的小吉利给拷打了，忍不了了呀，趁他换弹的时候直接鬼跳过去，没想到蹦人家脸上去了。得亏我已经做好随时切枪的准备，直接一波连滚键盘，顶不住的呀，兄弟。隔壁疯狂输出的那位选手是一个5000分的战神，只要你把鬼跳玩得好，这个创乐园就是你的家。但是马斯卡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个战神的意思确实要比普通人超前，是怎么闻到我脚气的？他这波输就输在大意了，准备卡视角来一波 AK 的战神起跳，可惜那个散射你们应该都懂吧，无奈被我左手给反杀了。这一波老刘挡的，我都想哐哐给自己俩逼斗。这人都走到我脸上了，还好我耳朵没坏，对着他的毛蹭了一下，然后接着火力压制，等到靠近一点点再切出我们的 UZI。对子弹细节掌控，你们又能学到多少呢？真是很难受啊，我们被架住了。烽烟舔包之我在虚晃，我就是不舔，因为我已经料到他要穿那个包了。等他子弹输出光的时候，咱们再拉出一波精准打击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丢脸掉到自己家人身上了，被渔夫奥尔听四期打捏，那就只能来到野区疯狂发育一手了。路过了一个对我图谋不轨的蛋啊，其实也不是，好像是我想搞他发发财，看到目的没达到，我可生气了，直接开车追上去。我这个愚蠢的思想还以为他在蛋后面，直接就外头一波输出，没想到被瞬狙拷打了一枪。我相信这应该是和平纪念每一位瞬狙爷都有了自信嘛，就是那么狂，把头杵着给你对枪。但我一听他怎么还切 M4 了呀？没有瞬狙爷的力量，失败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的天，老爷这在哪儿发的财呀？顺势就想来水城赌博桥，结果视角滑着滑着，怎么越来越不对劲了？这是伏地魔的进化版伏房魔，我的他都这样把屁股杵着我了，不收掉也不礼貌了。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把的圈型，我直接往这个山后面一趴，抢了个中心点。讲真的，兄弟们，最近我真的有在练枪哦，但是敌人太不配合了，总不往我子弹上面走，所以我就自我安慰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，我的枪法怎么会菜呢？就是对手不配合。我们艾克恩就是这样的呢。由于不断在这边沉浸式扫射，所以我就对周围事物特别的敏感。把音量调高给你们听一下。还准备摸过来偷我是吧？小基地，你露出犄角了吧？直接 UMP 超级无敌腰射给他爆头啊！这怎么一个个都这么肥啊？给我舔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我就干瞅着这一块颜色就不对劲，怎么有一坨黄黄的东西啊？果然我一开枪就是刚刚那个黄金奥特曼，本来他缩回去我是打不着的，结果他就是飞向我石头后面走，含恨拿下第七名。这一块区域是安全，咱们可以过来舔一下包。由于山顶我暂时是不敢进攻的，所以就只能往低坡走走了。哎，不是吧，这两个人是吧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这个理念贯彻到底了吗？我还以为我撞车鲨鱼了呢。完了完了，马枪怪被顶号了，手又控制不住了，可惜让他躲回去补不掉的。但是接下来这个招式你们在单排里面绝对没见过，这是什么鬼？左右横跳吗？油上岸偷了我一梭子，然后我要打他的时候他又回去了。但是这一套我只吃你们一次。你们看这俩傻小子还想故技重施，结果被我一穿二。同时还剩下山顶最后一个独狼，我直接就开车顶上去了。不得不说他人机步 P90 还蛮准的，他一下就给我收走了，还有我手速比较快。啾啾出来保护我，这哥们也是科幻片看多的，往我这边丢了3瓶二锅头。没想到吧，烧不死我的，我浴火重生了，直接吃鸡上大分。